电个都有啦。银行经理要滴个啦。不要啦。银行经理，你要几盒？他帮特别帮你准备。嘿，不要，拜拜。九千早。乌鱼子一千，乌鱼子一千，等一下来过来跟他讲。乌鱼子，等一下，你讲乌鱼边个乌鱼子嘞？你到边乌鱼边去嘞？我终于碰到他了。一清早安。头尾帮你留了。好。好。好，最近有胖吗？有。你给他换多少？你爱搞烦恼，大块便当拢叫每日吃，伊食袂落拢到。伊有我大块的面皮就知啊。有啦，都变到三 kilo 去啦，我都变三 kilo 了，伊无三 kilo。伊应该是天生较容易大块的。够同款啦，伊个伊食我吃啊。伊好不容易瘦落来，来吃两个便当都大块。三五六 kilo 来，所以伊食我吃规工吃。生食只拿三千啊！好，我跟他讲。你今天什么吃啊？这下手一百差偌重？偌重哦。嘿。那个，你看这是讲生食只要要三千啊？这啊，一个三千。跟出啦。跟出啦。那个 ，JBI， 我跟他讲了，我跟他讲了，他帮你拿，帮你拿生食只准备来，把这摆晒嘞。好，下礼拜帮你拿过来。那下礼拜帮你拿生食及干贝来。我暂时请他，我暂时请他。四只五百，那个六只三百，六只的话。我要来一种，有一，我要来一种第一波过来啊。那我是第一波有用的呀，无啊无啊。啊，今天无迄啥物话无啊，迄个。无无无，你来走啊，你走啊，来走啊。三层闸。有啥物十只安全吗？十只安全。十只。好，曾宝庄帮你留十只，没有问题。包老师哈，包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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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曾宝庄帮你留十只。三千八。啊。三千八。三千八。嗯。这个要多少钱？嗯。吴国宇三只一百。不客气，珍宝庄不客气。生食及干贝，乌日场会有吗？一盒多少？嗯，通常他们拿生食及干贝来都不会，都是没赚钱的。要多少的话，我现在不知道。不会吃饱，国荣。不会吃饱，那个如果有叫的话，乌日就会有啦。如果叫乌三十几干贝的话，乌日就会有。那个现在过年的话，价格应该。这样呀。这等先留落来，有一个叫珍宝庄的，八点半到。乌鱼子，你要现场问哦，现在我没办法问，这样问没办法问。来的话哈。现场，现场跟你喊。有霸气的。乌鱼子现场跟你喊。还好。看，看心情的，乌鱼子看心情的。这样讲的。这样。这样。买回来多少？好。买吗？是左边有细尾。中中啊，一号哎。好吧。你要看麦啊，是吧？嗯。我巴西的。他们也不走了。对啊，上次拿一盒一千。
这次不知道。来，我很水的啊，这是这个没有金牛来，你不好牛来，马牛。两百块没剩啊，没剩不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六来。十三兆，十三兆。我还在想啊，这可以弄什么？无，你只用五百，无你用什么？我先那五百，你看三兆，还有多少？啊，这嘛未开开哦。无啦。五百千安尼啦，规台下规台要买，拢未算分的啦，未太一分啦，会跳啦跳。好几千。对。嗯。啊。好几千。一包九百。嗯。九个八。对啊，九个八。嗯。系啊。九个八。系啊。系无？九八。几多啊？几多啊？哦，你回去有看到是不是？没有，人家打电话来给我。他说他有看到，对不对？打电话跟你讲哦、喔。对呀、啊。我叫人，我叫人。关于同事快点。三五只而已啊，安静三五只而已啊。赶快来啊、喔，三五只而已啊、喔。可以啊。明天第五市长要不要带安琪？我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我现在也没有，就没办法。他说要跟个余市长有人有拿去，啊，够蓝够叫蓝麦迪啊。好，佳慧给你哦。好，那个安琪没有了，红许没有了，红许卖完的。哎，明早。秀菊招牛小排那个他不卖的，那个厂商他涨价不想卖的，没也没错嘛，不爽，他敢涨价我们就敢不卖。嗯，怎样？看到不？那个厂商那个敢涨价我们就敢不卖。那怎样呢？从东方来的。没办法、啊，你厂商很运，我们也很运。中国吧，啊，你中国吧，有卖到发多无？有讲就是第一，但是就涨价。好啦。小会长，黄国珍，那个红鲟要看运气啊，红鲟要看运气。那鱼市场有卖的话。有拿来的话，他才会卖。那价格太贵，他也不会拿。价格要好一点，才有办法卖你们。不要有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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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不客气哟，不客气。
很好喝、啊，我吧。哈哈，快煮澡，大家澡哦。走、嗯、吧。太热了，我。树生长。嗯。白带鱼，龟尾的，龟尾的无，龟尾的无，哎，怎么？不开好吧？不开啊！不开啊！好啊，去包去吧。我要两包。对。不不，我龟尾的，好。封神早安，封神早。有呀，先上班了，有米呀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啊，我爸，我爸，千千里千西。有，今天有白鲳，有大的、中的、小的，大、中、小白鲳都有。好的。再见。这样拿的。还有，贵的好吧？贵的。哎，到底搞你，你去买去，当用你去，到底你去买当用。十条你，十条你了。十地啊！係啊！我依家也未一地啊！買田夠較俗，冇買後尾地咧，幾百毫錢啊！呢啲買田夠俗，我揾下小李。我你冇嚟啊！我在吃，我別人都吃鳕魚堡，我都吃美人魚堡。美人鱼的肉啊，美人鱼的肉，哦，好甜哦，哦。我到，真正垃圾啊！提你毒冰冻个无，多垃圾啊你！你只嘛无吃过鱼螺咩？我只叫大鱼啊，我只叫高个。两条五百，两条五百，嗯。这个地方可是有安徽包啊，安徽包啊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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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一碗总包了多少？四百。啊，四百。四百。四百。小雪刀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个另外一个家伙。回去吃乌乌啊。嘉慧真正是菜市啊名呢，我到现在老实说，那个嘉慧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大概遇过十个嘉慧啊。什么无？我是说直播里面哦，嘉慧大概有超过十个。有什么林嘉慧、陈嘉慧啊什么的？陈嘉慧。哦，对啊，就都是嘉慧。咸地吧。我美男鱼都在外面吃，回家会跪算盘。在外面吃就不会，在外面吃完以后就会把嘴巴擦干净，然后会去吃烤肉，然后味道就不见了。不是洗澡，我跟你讲，不可以洗澡，洗澡就有鬼，懂吗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这些男的讲？你如果出去外面偷吃有香水味，不能洗澡，洗澡就有鬼。你要去买烤肉来吃，你要去买烤肉来吃，或去烧烤店里面不要吃，去里面晃十分钟。买香啊，买去哪一家？身上就都是烤肉味了啊！一千买啊，我有没有买？我只黑锅，我弄几个嘞？红阿里要黑啊，一千块，哎呀，五百块，鳕鱼。五百，下来三百，好，等一下帮你留。我看你儿子好像一天要两百。你可能一天两百。我好像有看到。两百，你会不会真诶？十三刀。我看我再来看吧。无讲诶。无几个字拢无啊。不会会啦，有经验啦，有经验也无需要。大师的。嗯。帮你不留。啊！你赶快去把，你不要，好，那个嘛，这一个箱子。来，大哥不出来，出边去哈。两滴吧，两滴吧，二两。懂了没？这些男的。这个这么大条。不要用洗澡的方式处理。对啊。这什么？不然你去买那个，看有没有烤肉味的香水，看有没有那种烤肉味的香水。搞丢了。那么大条。就是喷上去，身上都会烤肉味那种。没有龙虎斑。但是不能常用哦。我包，现在我包。你老婆会怀疑哦，怎么没事就去烤肉？现在啊，这边现在来了，来，来，别老结婚啊，别老结婚，别老结婚。嗯，甲白手结做伙。好，来，小酒来。OK， 给个白手，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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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手，太大了，大，我卖你两百就不会太大了。不，没有，不要大的。多远？这个啦。嗯，三百好，五百。好。飞镖，飞子。还有飞鱼签。哎，我们接下来。然后那个房。全部，两百，两百。两百哦，那我要小一箱。好，你安尼买是，你戆鬼也买哦。有啊。啊，你安尼买？我在面啊买。哦，刚才有的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刚才那个魏彪来的，你要问魏子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魏彪来了，魏彪来了。这是谁啊？八年来。啊？鲑鱼片片的。好。哎，问魏子啊。哦。三百。小根，我叫你小根，小根，来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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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，其他都来。没有，没有。位置一千呐。哦。不多点是的，到底我这边多点是的。多点两点。哎呀，是的，我办。来，小根先来，我先来，包料来，包来，我去包料了。你可不可以等点点等来，包来，来。好久啊，好久啊。我这个大地啦，过年前之前会来吗？会去哪？
小雪，谢谢你哦。好。桃园，主动不会去了哦，主动东西都已经搬回来了哦。归一遍了。对，主动不会去了，不好意思。以后礼拜天，礼拜天他会在这里啦。礼拜天，礼拜天他会在这里。我不要去两包，我不要去两包位啊。干杯。干杯。两包了。